我操，天正对面四攻，往上蹲，往上蹲，你地府丢放下好吧？和尚推防御，把防御推了。他妈的，对面开天正，我他妈服气了。大行呢？宝宝的话给自顶个血好吧？你大行的话去平砍对面的，三号宝，三号宝砍了好吧？把三号宝砍掉。女拔木清三点，好，拉倒吧。你女妈妈打出去了没啊？没。我操，你还自动了，要命了！随便清三的清个清个也行。打个砍几号，然后还有十多秒就没了。我说低火有延迟，知道吧？低火有延迟，还没在点我，要命了！两个摩天弓，两个物理系，好，我死了。漫天。哎，对面他妈怎么带了个四攻啊，我操，地府四攻，我他妈服气了，怎么对面一个没攻，完蛋了。三个下巴按快点了，宝宝可能会跳啊，下巴按快点，对面杀人宝宝化身单血了，化身单血单地府，地府继续甩放下，清三点把对面的一号宝清了啊，清三点清一号，把一号宝清了，大狼砍五号， OK， 大狼砍五号去，我自己拉的，别管我。大唐砍五号，宝宝大唐宝宝跟五号吧，五号跟了。地府可以给自己顶大金顶一顶，来放下顶大金，快快快！我坑！漫天行不？招蛇，把蛇招了啊！你和尚有金青是吧？和尚，你走金青好吧？你走金青，地府毒回血啊！挪了，挪了，地府挪了。大唐破血谁？我挪了，我挪了，我挪你地府毒，地府毒！大唐破血，把五号波先干掉，把五号波干掉，快点！把我们这蛇可能招不出来啊，我知道蛇。还好地府没出特技，出特技裂开。漂亮，稳住了。把宝宝贴是个很蠢的血，神你大爷了！和尚给我旅游生鲜单上单了，女巴木出个宝宝好吧，先出宝宝，女巴木一定要先出蛇卵，蛇卵顶血。要不然我们顶不住了，我操，他们还是死了，地府拉我，我能给你单伤吧，地府拉大行好吧，地府拉大行，大行去把五号宝砍死， OK， 地府拉大行，大能把五号宝砍死，地府的宝宝拉我好吧，地府宝拉我一下，没拉没拉，和尚宝宝拉我，和尚宝宝拉了，我拉了。OK OK， 我也拉了，一起拉。五号宝不死，他妈我起不来啊！五号宝，一定把五号宝弄死。我操了，这宝要了亲命的感觉。他们开天阵，比我们物理速度快。
花果没我怪。还有五号 boss 还行。对面人死就完蛋了，对面只要人对面人一死就完蛋。问题是我们扛不扛得住这么狂轰滥炸？我操！死了就那么死了，操！别盯着大行了。他妈的！开始，二号包三个还凶。我操，和尚把我拉，我没拉起来，完犊子了。当然拉了，我宝宝飞了吧，我去单你了。你单我，单我，把我单起来。地府的宝宝拉好吧，地府宝宝拉大行，大行把大行拉起来，地府宝宝拉大行、啊。宝宝给和尚顶血啊！宝宝给和尚顶顶了顶，我顶了我顶了。这波飘三方很关键，这波飘三方。恶是毒的吧？毒了毒了。进两个可以啊，机会来了，对面没有当回血了，对面就是一波流，他就是一波流，可以9600，可以啊，蛇懒继续给置顶啊，给大唐一波活血活地府继续毒，我操起不来，你蛇懒给地府顶血算了好吧，蛇懒给地府顶血算了，蛇懒给置顶血好吧，大唐用地府拉下来和尚一波活满好吧，这样可以了，我把花果扫了，我不能换，你把对面的花果扫了是吧，可以，你把他扫了，可以可以，把他扫了，把他扫了，你盲目的话给自己顶大金好吧，你招小云，你把小云你招了，快点，你看你可以秒秒对面，秒对面，秒对面，你有一次秦三你也可以 OK OK 这波飘进去他妈就搞定了，这波飘进去，拜托飘进去好吧，飘进去飘进去，进去进个宝宝，我操你妹的，没搞错，我操，和尚是不是快没蓝了，好伤好够很少，和尚还有1700，哎这么蓝量，我操对面的花和尚没死啊，哎可以胖子啊，163我是你妹的，弹死了可以，对面拽的是虚拟，我操老子一丝血挂了，我日了，这下我起来难了，地府拉我吧，好吧，地府拉我，给我活血活了，我起来喝个酒，女王不出蛇卵好吧，还是把蛇卵出一个，不出蛇卵不行的，宝宝顶血好吧，顶血顶血，给和尚顶蓝，给和尚顶蓝，我顶个蓝关，女王不怎么活，女王不活不了，女王不，我顶了我顶了，女王不求活好吧，女王不，妈的，我两个。对面一号虚弥五号虚弥两只虚弥得行，对面是不能回血的，对面没有任何回血，没有任何回血，对面砍上打不到法器还行，我操4000，哎呦还两只虚弥，我站不住啊，这完蛋了，顶了一个恶爆还是站不住，对面两只虚弥把我秒死了，小死亡先把对面的那个布里弄死呗，他怎么小死亡，和尚活大唐，大唐先剑斩，把对面的大唐斩了好吧，先把那个速度比你慢的斩掉，斩掉斩掉，你和
饿我拉你好吧，李伯伯拉我，李伯伯拉我，李伯伯拉我，看能不能拉得起来好吧，这他妈我没辙了感觉。来我伯伯拉你、啊，起不来感觉。李伯伯拉我，我拉你啊，李伯伯拉我，我拉你 ，A 拉 B 拉 C 好吧。哎，不行，已经急了。我已经开酒了。这他妈的对面四攻，我操了，毛病吧这是对面。哎呀我操真的是他妈对面一排虚迷这怎么 整得了整不了我去点八去哎呦啊难受散棒还两只虚拟虚拟还没死。